35届公关许攸中，然后旁边是活动刘冠宏，再过去是我们的总务兼股神谢云修。好，这边的他们有麦，自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35届的陈一婷。喂，大家好，嗨，有谁有？我是35届林玉璇。好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就是我们身上就是都有一些小小的 dress code， 这样就是有一些牛仔的配件。那这跟我们要唱的歌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我想讲的是，就是我们选这首歌是有一些小故事，这样子，就是。大家发现，就是很多我们一中的朋友们，就是大学后就是都是到北部的学校就读嘛。对。事情哦，你说玩游戏，跟我想的一样，可是、okay. 我怕就是等下我问他们不会理我，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啦，我有一个好方法。等下你玩游戏的时候啊，台下哪个观众不愿意理你，我就下去请他。太棒了，那很棒，我也觉得、yeah. 好。那没关系，那我直接出题。我跟你讲，昨天我早就料到这个感觉，所以。我已经想好题目，在我脑海里面了。已经有题目了，这么厉害！来来来，机智问答。好，第一题，一只小白的小白，两只小白叫什么？小白兔吗？这么哇，什么高智商的问题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是加英文。
嘉英文。谢和弦装可爱是什么？可爱的谢和弦。哦，太弱太弱了，嘉英文哎。不知道。哦 ，QR code 啊。哦，高端哎。那如果软糖哭怎么办？软糖哭，软糖还会哭哦。哇，你要再来，再来猜一下，软糖哭会变什么？哎，我刚听答案哦，好像有人说，我刚好像听到是 QQ 软糖。哦，可恶，这真的太坏了，太废了。还有没有？我有，我就没有。现在天气很冷嘛，这样，你猜这里有几件羽绒衣？这里有几件？哎，有穿羽绒衣的举手，不好意思，我数一下哦。这里目测196件左右了。有穿的眼睛看不到，只有我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大家帮大家猜一下，有几件羽绒衣？这里超多哎，怎么数啊？哦，要算，你真的太弱，我直接可以讲答案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。五件，你们知道我说五件羽绒衣吗？月羽绒共舞。没有人看过那个老电影啦。我直接出一个魔王题啊！魔王题是吗？魔王题，魔王中的魔王。好，来自我自几个字？来自我自几个字？难倒了吧？哦，多想想，多想想。有人知道来自我自几个字吗？啊，你不是英文考98分，怎么办啊？来，我好像抓诀窍，来自我自己。来自我自己。哎哎，来自我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欢迎由39届陈宇安、朱云杰带来的《来自我自己》。